娱乐圈不好混，冯德伦压力山大生白发。如果要问娱乐圈好不好混，那且看看导演们的白头发。近日以演员身份出席电影神奇首映发布会的冯德伦就被细心的记者发现头顶的一缕缕银丝、不禁让众媒体好奇，这到底是耍酷造型还是当导演压力山大呢？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白头发还是你说什么？对，没有啊，就是老了。对，做导演比较操心，所以头发就有点 gray。